喽，大家午安，午安。Hello， 午安，大家午安。这件衣服好好看，谢谢，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午安。午安，谢谢冰澈璇的浪漫樱花长袖，没有是短袖。谢谢志宏的香槟，看样子等等要出去。是的，没错。谢谢志宏的香槟，六连击。谢谢志宏，谢谢。这是庆祝什么啊？庆祝四周年吗？谢谢香槟六连击，谢谢阿红的挚友包包。Hello， 大家午安。今天这么美，晚点要出门。谢谢苍苍的新朋友包包。安，谢谢 TTP 棒糖的告白会员票，谢谢浩逸的缘分相遇。我真的很喜欢最近的天气，最近出门比较舒服一点，因为有风，就是走路有风，比较凉凉的感觉。秋天，秋天到了。午安，地震还好吗？还好，只是有点可怕而已。听说那天地震比较大的时候，然后志龙就跑出去客厅空旷的地方跟哈库对看，然后他们就变成朋友了，一个患难见真情的友谊。对，他们都变朋友了。志龙，你怎么那么可爱在这里啊？怎么啦？历史性的时刻。而且最近不是有一些余震嘛，就是一些小小地震这样。然后地震的时候，志龙就会第一时间跑到客厅空旷的地方，他是最有防灾意识的，很可爱。地震变成朋友，对，最近志龙不会吓哈库，他都对他喵而已，是喵，从哈气变成喵，有比较那个和善一点。谢谢逸晨的一封信。但前几天有一个真的很大，那天我记得我们是在地下室练舞，然后连在地下室都很明显感受到那个摇晃，就高楼层应该更可怕。你那时候在这吗？嗯，很晃。超晃，很可怕欸，超级晃。你说那个衣杆不是像海盗船一样吗？嗯，就我们有一个晒，就是放挂衣服的杆子。然后前方那时候在家，他说这样晃很像海盗船，啊，好可怕哦。那次也要超久，而且我们那时候就是赶快，就是那边工作人员什么叫我们到。一楼就是不要在地下室，然后大家都带着那个麦克风。祖祖又要跟我联播嘞，啊嗨啊！嗨喽，宝贝，我，咦？我刚刚把有吗？有，你说什么？我刚刚把我的锅子给烧了，然后我的馒头被我烧焦了，然后我的手天哪，他烫伤了欸，太可怕了吧？为什么你忘记在弄？不是，我知道，然后可是因为我太久没有蒸东西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呢，我就水可能放太少，然后火开太大，然后它就干掉，然后就干烧，然后它烧到有烧焦的味道。好危险哦！
吓到，真的吓到哎、欸！小心！现在呢？我现在正在寻求安慰，寻求安慰，没事啦，没有，顶多没有馒头吃而已。对，我现在没有，我还没吃早餐。我想说等，等下回来，等我妈回来再吃，直接吃。对，再来吃。我真的好拍的我，拍拍，我也要跟黄明讨拍，讨拍讨拍，姐，哎，我在讨拍，祖祖在讨拍，大家快给他拍拍，他刚刚烧掉了他的馒头，嗯，对，我烧掉了我的馒头，我还烧爆了我的这个。可是我不会用电子锅蒸馒头，那放水啊，你就放一个碗，然后把馒头放在碗里，然后碗外面倒水。电子锅也是吗？对啊，我都用电子锅蒸那个水煮蛋、欸、然后汤什么的。真的？对。所以电子锅里面一样是直接再放一个碗，然后蒸馒头。就是放原本的饭锅，就是那个电锅。然后电锅里面再放一个碗，可是因为我的电锅是，你知道吗？它是电子锅，所以它直接就是你懂，直接是内锅，它没有外锅的。对，一样啊。对，就是也要再放一个碗。哦。然后在碗外面倒水。哦。几次到内锅的感觉？你懂。我第一次用，我没有用过电子，从到大用的是大。哦。对。他说他要等他妈回来再吃。因为我要直播啦，我就想说，那我就先不弄了，我就不叫外送，我就先直接直播。电子锅很方便。真的、哦。我都什么料理都用电子锅，我还会在电子锅里面先炒菜，然后再煮汤，就先把对，就先把它加热完，然后倒就是把料丢下去，然后它就会开始有炒菜的声音，然后炒完之后再加汤，再加水进去煮汤，好强哦！就是一个懒而已。因为懒，所以就用一个锅子解决。哦，我是用气炸锅。啊，气炸锅也很方便。对，气炸锅。然后因为一直都没不太用它，但我知道电子锅蒸。谢谢小可教我。而且这样也比较，对，就是它会定时，所以它到时间，对，它就会跳掉。连播仪式成功，好强！哎呀，娘亲好像回我讯息了。他关心说对，他说对我是白痴。拜拜，志宏。小可爱今天好美。真的，哎，今天超美。对，好，没有，我只是来讨拍的。我可能要回，就是对，就把时间让回。拜啦，宝贝，小心。谢谢小可爱教我怎么用电子锅蒸。我第一次教人耶，没想到也有这一天。我是很白痴啊，好哟。没事啦。总会人生中有一天会遇到这种事啊！真的，我总有一天会长大的。会的，会的。拜呀！不用烧掉一个锅子，学会一课。真的。对。有他受伤了，烫伤。好，要记得擦药。嗯，擦了，擦了，在这。很好，很好。拜拜。
姨长得很高大，对，他说总有一天要学会长大，但祖祖已经长得很大，小心，大家真的弄那种电器的时候真的要小心。之前你也有一次，之前切饭有一次煮水煮蛋煮到忘记，然后就在客厅闻到烧焦的味道，然后去看居然有人在煮蛋，然后已经在干烧了，超危险。真的要小心。画面没有回来，真的假的？但我这边是已经回来了、欸。嗯，画个特效吗？这样呢？我这边是已经回来了、欸，有吗？有吗？画面坏了，怎么会这样子？累格吗？怎么办？被祖祖弄坏了。那祖祖那边有回去吗？为什么？那他那边呢？奇怪，我这边看已经回来了，他那边呢？他那边是好的，为什么被他玩坏了啦？怎么办？刚怎么切连播的？刚刚就是只是按同意而已啊，这是什么 bug 啊？怎么会这样？谢谢 Dragon 的真情告白，重开。可是这样我的时间就不算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好像要等满一个小时才可以重开的样子，再连一次，再连一次再出去，再连一次吗？那你找他，换你找他，我找一下哦。你直接跟他开联播。我要怎么开联播啊？联播要怎么用？不会用。我要怎么按联播？画面大小好怪。我不会按联播，联播在哪？是我们去隔壁叫他联播，你好像也 OK。你说我画面坏掉，好像我画面坏掉，再按一次看看。手机转行的，重进还是一样吗？为什么？这个不是我的问题了吧？这真的不是我的问题，不是我在雷哦，不是我在雷。重进没有，你怎么办？嗯，祖祖二姐的错，祖的锅没有啦。他进来，他很可怜，他进来讨牌，然后还这样。看是什么画面，好好奇，是多小？另一半只好粉丝来电，那你们就自己 P 图上去了。
另一半劈你们自己，假装跟我联播，以通知他在犹豫到底要不要联播。锅子烧了，然后弄坏你的直播间。什么香盒？你们可以自己劈你们自己在旁边，好像我们一起直播。同意？有吗？嘿，怎么没有？我按了同意耶。祖祖邀我，我按了同意。怎么没有？没有？坏掉了！这功能坏掉了。哎，他说匹配失败耶，匹配失败了。两个都只有一半，完了，连他都一样了，坏掉了，坏掉了！你怎么很开心？坏掉了 ，BBQ 了！哎，这为什么大家最近都要讲 BBQ 了？我 get 不到 BBQ 了，现在什么情况？祖祖那边什么情况？谢谢树阿恩的梦幻泡泡，大家一起怀。怎么办？不然我等等半小时的时候再重开一次。谢谢柯基宇的掌声。面对他，接受。我等一下半小时的时候重开。对，现在是17分钟。我们是半小时算还是一小时算？有点忘了，好像是整数的时候，半小时之类的。是一小哦，啊，那怎么办？家里们今天就要看一个很小很小的。谢谢黑杰克的红玫瑰。好吧，那就只好一小了，再重开。谢谢优衣的浪漫樱花，谢谢光泰的香槟小品牌。是不会到太小，只是怪怪的，小小的也很灵。那平衡只好8.6，那我要轻一点，是不是？这样，这样我看起来也比较大。这样，好，刚刚聊到哪里？对不起，宝宝，没事，可以合个爱心。品涵的声音，主播台听得到，真的假的？所以整个都坏掉了。主播默默的看，他那边怎么样？他那边也是怪怪的，是不是？哦，他用手机看我的直播，怎么会这样子啊？真的很抱歉。看来联播这个东西，平常不要乱按。刚刚迷你猪就是猪猪哦。想看抓麻油来一起画，不要，我们不要再害别人了。我们不要再害别人了。我现在觉得这个功能很危险。
九族这次可以不用说话，有平安。今天这件是新衣服，算是新啊，有穿过一次，但你们可能没看过。以后不要再接受祖祖联播，无当地已经是很好运。可是第一次这样，之前联播都没这样，应该是浪的问题。联播大魔王，对，上次我跟祖联播也没有这样，不知道今天可能不是我们的 day。谢谢安的缘分相遇。这边有踩雷加成吗？所以还是我的问题吗？雷的部分，别人连播都还好，就我连播会发生这种事。我也要逃牌了，我也要逃牌了。谢谢冰彻神的浪漫樱花，换我讨牌。谢谢 Dragon 的行李箱，谢谢樱桃猫的幸运四叶草，拍拍拍拍拍，都拍，拍拍拍。给你拍拍，谢谢一晨的。月赛应援，谢谢钢铁韩粉的浪漫樱花，谢谢一晨的守护许愿瓶。Hello 廷瑞，祖祖真的每次跟别人联播几乎都有状况，真的假的？那不是我的问题喽。还是因为网络的问题，就是可能两个人中有一个人网络不稳，或是没有那么好，就会这样。谢谢博维的眼睛夜障肿，好，不管了，换个话题。大家周末会来 fan meeting 跟演唱会吗？四周年，很期待见到大家。很怕是自己的问题吗？好可爱。当然会的。你们是坐在哪边呢？ VIP 吗？我到了。Fan meeting 听说唱整场吗？问号。嗯，我知道 Fan meeting 就是怎么说，大家可以期待那个不同，就是算是我们第一次分组后的表演嘛，所以觉得蛮有各自组的风格的感觉，所以请大家期待一下。先卖个关子，不透露太多。那我觉得这次fan meeting感觉比较那种怎么说，欢乐，就是大家一起同乐的感觉。所以请大家到时候好好的跟我们一起玩。比较轻，怎么说，轻松一点的氛围。大家到时候可以轻松的跟我们一起玩。期待四周年演唱会。四周年演唱会有点紧张欸，怎么办？这是四周年唯一紧张。新朋友这礼拜买起来，全家购票，期待这次。哎，我这次还是很开心在 Zepp 表演，我很喜欢 Zepp 的场地，休息室很赞，很大，很喜欢 Zepp。谢谢 Dragon 的浪漫旋转木马。品涵怎么开奖？我刚刚跟祖祖联播，然后我的画面就坏掉了。对，
今天是个小品涵。原来是祖祖的锅，没有，不是祖祖的锅，不是我们的错。谢谢博维的闪光星星。Zip 的休息室比三创大吗？是，后台比较大一点，毕竟会场也比较大嘛。那我觉得这次fan meeting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我，对，四周年应该也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我啦，就是各种不同风格，对。然后我觉得这次的fan meeting应该会蛮有趣的，就是大家一起玩起来的话应该蛮有趣的，就大家就可以轻松的跟我们。然后演唱会的话，四周年演唱会的话，我觉得就是可以全力喊口，然后 fan meeting 的话就是跟我们一起玩起来，对。期待互动，因为我们开心这种，因为现在换了新的组别嘛，然后就是有一些之前没有同组过的成员，然后我蛮喜欢。怎么说？跟 P 组的大家就是很快，怎么说？虽然之前没有同组过，但是 P 组的大家很快就融入在一起了。大家很怎么说？跟我很快就混在一起吗？就是因为我是一个比较不会主动，或是那么马上去跟人家讲话，但是大家都人很好什么的。所以就是很快可以打闹成一片，就这个氛围蛮喜欢的。一部分也是好朋友们都在同一组，就是大家很快就可以打成一片，可能个性比较活泼一点吧，大家就是大家比起我。蛮喜欢跟大家一起练习。练习的时候很有趣，哪一组比较吵？不知道哎、欸，没看过 T 组练习，但是我们 P 组是蛮吵的。P 组，请大家期待 P 组的 fan meeting。哎，我好。有感受到你的满满期待，你的表情很对，第一次分组后表演，蛮期待可以碰撞出怎么样火花，就是不同的成员在一组，不知道很期待会有怎么样的新东西，蛮新鲜的。谢谢博维的缘分相遇。最近也看 T 组的大家很勤奋的在公司练 fan meeting 的东西，大家都可以去支持我们的 fan meeting。谢谢 TTP 的缘分相遇。谢谢阿恩的缘分相遇。去不了，心与大家同在。而且我觉得我们 fan meeting 很可爱，对，有的环节很可爱，请大家好好欣赏。我自己觉得很可爱耶。你不要爆雷。我没有爆，我说很可爱啊。对，内容很可爱。大家看完想说，嗯。平安说可爱的点在哪边啊？就是从头到尾没有可爱、啊、有几个部分蛮可爱的，几首歌，对，
没有爆雷，我说有几首歌很可爱。你很可爱呀，你可爱那合理。对，我刚刚也很怕我不小心讲一讲爆雷，毕竟我也是蛮常发生这种事。没有没有爆雷。三角形说只要平衡在那边呼吸就很可爱。它是植物是不是？行光合作用就可爱，可爱到发芽啊，植物。那拍得到腹肌吗？拍不到吧。Oh, 怎样想看腹肌哦？那就请买三血针，今天最后一天喽，错过就会错过我的腹肌哦。你刚刚现在宣以宣传的名义，就是你要闪过一秒，然后。对呀、啊。不是，你的镜头要往下吧？有啦，拍到了。今天六点最后一天的生血针预购，错过就错过腹肌了。这个业配专场厉害吧？我们一搭一唱，很像在唱相声。谁跟谁？你呀、啊？我？你让我成功业配、啊。你很会抓 timing 啊，谢谢谢谢。已经下单腹肌三角形应该是脑粉顶点了吧，拜服。诶，命也是啊，还是命没那么爱我。哇哇，不够脑，哇不够脑啦，脑起来。我们这边不是在讨论你的 IG 的那个留言数变多，嗯，然后品涵就很开心说：“哎，最近留言数变多了。”然后我就说：“可是有15篇都是三角形留的吧？”也不错啊，也不错，留言数有起来，好吧？听起来那个数字蛮多的，就开心，开心。而且他的发言都很惊人，是不是有爽嘛？是不是开心嘛？开心。今天这件衣服很好，谢谢。所以越脑的发言你越喜欢，嗯，没有好不好？都看呢、啊，哪有那么夸张？你就是暗爽在心啊！怎么画面只有一半？因为刚刚跟祖祖联播，然后结束就变这样了。居然是要浮夸留言，越浮夸的留言越帅。没有，大家也可以留正常的，要。就下次我就看都是浮夸的留言，然后其他成员就会觉得我很奇怪，然后平安粉丝怎么都这么浮夸？你们也可以有正常的，什么叫正常的？饭圈里面要各种不同角色啊，就是有人很脑发言的那一种，脑粉发言的，然后有的人就是正常夸奖的，对吧？哦，那可以有骂你的吗？可以啊，来，不没怕，谁要骂我都来。请各位多多留言，我每一则留言都有看，我很喜欢看留言。可以重开，会，我等下满一小的时候会重开。谁骂得下去？等一下，这套可以再发一篇吗？我是不想发言的那一位。博维真的不行，不够油。例如，可以发正常的照片吗？怎么都这么可爱？这个很脑哎、欸，这算你偏脑。所以品涵知道我们关景窗看出去的时候画面有多美。哎，我昨天有看到这个留言，洛克是不是？对对对对，
谢谢实至名归的表错情。观景窗看出去有多美，好像能体会嘞，能看到你们平常在观景窗看到我。哎，茄红翻了我一个大白眼，不美吗？而且那个是茄红帮我拍的，不美吗？他说还好，他说还好，真的还好。你甚至挡住了迪化街的美景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哎，小姐，请你借过一下，我要拍景建筑物。谢谢切亨，让我们有美照看。哎，今天的大作，而且天今天要发他的骄傲之作。可是那我最喜欢那张，不是你最喜欢的那张。对。而且我们那时候去迪化街拍照的时候是台风，那时候那天台风风超大，我们还去拍照。谢谢切换选手拍出漂亮美照，你是我的友君主。哎、欸，我觉得你要现实，然后看大家喜欢哪一张。你们喜欢哪一张投票？对，投票上还是下？然后比如说上是下是我的作品，上是你的作品之类的。那我们来看哪一张，就我自己想知道而已，怎么样？可以都发吗？两人各自爱，都会发，都会发。可是我吃亏啊，因为你没有把我那张放封面。没有，因为你那张封面排版不好看，颜色的部分来说。哦、好吧。对，我不是不喜欢你那张哦，我很喜欢。好。为了下一次的照片，要说一下。而且你浪费我底片。没有浪费、啊哦。没有浪费。这是很值得的事情，拍我。没有浪费，那你要付我那个底片费啊？没有问题，大家送一下底片好不好？底片很贵啊，底片很贵，洗更贵。你有去买一杯迪茶吗？没有哎、欸。那什么茶？迪茶好像是迪化街是吗？迪化街的茶就叫迪茶哦。那信义街的茶叫什么？信义茶。信义街有街吗？信义路的茶叫信茶。没有笑话，我只在想有什么路比较好笑。千万不知道粉丝的辛苦，平安很珍贵啊！你们先捐给我底片，再珍贵。底片珍贵，好笑吗？好好笑啊！双关鼓掌。平安珍贵，底片珍贵。好笑。不好笑。谢谢三角形的掌声鼓励，谢谢 Dragon， 大家送我掌声鼓励，大家替我的笑话掌声，谢谢你们那么捧场，你们很够脑，很棒，脑的那个是不是？对，谢谢。谢谢中医，谢谢钢铁韩粉，谢谢 YNL， 谢谢我们就拿。但你今天心情蛮好的。你吗？对啊，我也觉得。不是，但老实说，最近准备那个 fan meeting 跟演唱会，确实压力，大家压力都蛮大的。对。但今天好像。心情蛮好的，只有今天可能因为今天没有要练习，就是暂时可以先忘掉这东西。那我每次演唱会前后准备的时候压力都好大，就是很紧绷，很怕忘记东西。可能今天没有练习。今天要去哪里玩吗？没有，我等一下是要去变漂亮。对。会蛮开心，等一下要去弄漂亮。休假晚完了，你又变漂亮，大家都会死亡的。三角形是不是有90条命啊？你已经阵亡很多次了。去变漂亮，还可以变漂亮，已经这么漂亮。品涵今天穿很好看，谢谢。
月要更漂亮，怎么受得了？不止吧，我估计他估计什么？估计他已经死了129次。他为爱复活，哇，说的真好。谢谢玉珍帮他找一个完美的借口，为爱复活。这听起来真的是，如果不是粉丝的人，觉得在干嘛？好好笑啊！嗯，我只有一命，命只有一个命，不愧是命。命的命对他来说很重要。很勾呢，你是不是念到自己不好意思？有一点。哎，昨天的鸡汤还在吗？想喝。但是想喝的意思是，我要去倒吗？你最重要。你刚才是什么意思？是我要去倒吗？没有啊，你想不想喝嘛？你想喝对不对？你就顺便嘛，不要跟我说你不想喝，我不相信。我是可以拒绝鸡汤的诱惑。不可能。你确定？嗯。要不要赌？赌啊！赌！你想喝，我就赌你想喝。那我想喝，关你什么事？就顺便呢，你就装大碗一点。我也不要求你拿两个碗，你就装大碗一点，一次解决。那你帮我遮一下。他去了，他去了，我成功了，成功说服。妥协了，耶、yeah! ！一个碗就可以，两个碗他就不愿意，有这么懒惰。不愧是鸡汤厉害，谢谢盛影的掌声鼓励，说服大师。你好像很会协商，我是蛮会的啦。酒加红枣、枸杞、香菇了，没有，昨天的鸡汤是。鸡肉香菇，然后还有什么？剥皮辣椒，对，剥皮辣椒鸡汤，那个鸡肉炖得很烂，很好吃，甚至觉得比外面卖的还好吃。没人可以拒绝你的请求吧？这套衣服看起来蛮温暖的，跟你给的感觉一样，真的、哦，那就好，谢谢。剥皮辣椒好吗？谢谢班长分享了直播间。你们觉得我的眼线这样画有点微上扬好看吗？我在想我变漂亮是，我在想我演唱会的时候要画怎么样的眼线？这样有点微勾的，好吗？刚上来画面为什么？因为刚连播完后就变这样。觉得过分好看，不敢直视。那我最近在练习画这种眼线，但我还没有很熟练，好像有点重。对，这个看起来的话，妆会比较艳，然后比较浓一点，可是就是比较粗一点。可是我觉得舞台上可能刚好，但我自己是觉得舞台上蛮适合这种。今天很漂亮的那种工作，没有，等等是
要去弄美美的。平安刚跟谁联播？我跟竹竹联播。你要拿？不知道是谁热的、欸？是你热的吗？不是我热的。那我把它都倒完了、欸。有吗？你给人家倒完了。所以都给人家倒完了、欸。嗯。没事，再给你，还有应该还有一碗。谢谢冰特选的浪漫一花。写冰特神，人家煮好结果偷吃，对啊，想说这样是可以的吗？平常今天鼻音是不是比较重？有吗？我觉得我平常鼻音就蛮重的，讲话的时候。谢谢缺钱缺到吐的浪漫樱花。有人说觉得我今天鼻音比较重，有吗？还是还好？你不理我，没跟我讲话吗？我在喝汤。对 ，sorry。这件衣服是毛呢还是棉麻？这应该是棉麻的，棉麻。可以看整身 dress code 吗？哈，我下面就是穿一个很普通的裤子，一个很普通的宽裤。下面不是睡裤，这样算小香风吗？我觉得不算，就不算。小香风应该要再更高贵贵气一点，这不算，这比较偏日系休闲风吧。龙抓你，好可爱哟、喔！龙龙就这样子抓切叫切喊，好可爱。我早上有给他吃啊。算了吧，那袖子设计很不休闲，是吗？可是我下面穿宽裤感觉偏休闲，就是这衣服可以很，怎么说，公主风也可以穿得很休闲，看你搭什么。如果我今天下面搭个裙子或是马丁靴之类的，靴子什么的，就会比较优雅可爱一点。那如果我今天下面搭宽裤球鞋，戴个帽子就可以比较休闲，看你怎么穿。品涵现在有38公斤吗？没有哎、欸，这是 Nicole M 风格吗？算吗？也没有到那么休闲，再没有那么品涵风，对，品涵风了。昨天青晃在 IG 问的问题我搞不懂，你问了什么？我说如果波鼬的人叫做 Louis， 那他会变成什么？波鼬鹿，就这样，很一个没意义的笑话而已，不用理解，也没有关系。体重大方承认，无情伤害。谢谢朱里恩的浪漫樱花。还很懂，可恶，我觉得还行，很烂好不好？你们不要这样夸奖他的笑话，他变本加厉。嗯，前天千晃爬山的限动有露腿，腿好可爱。嗯，第一次听到、欸，很恼，这个够恼，不是恼我，是恼你。千晃的笑话就往谐音梗去想就对了。千晃什么时候生日？6月11号，欢迎大家送他生日礼物。还那么久，变本加厉。变本，
加力，变本玩加力，变本玩力，不是六月三十，不是，是六一。平衡有联播吗？后面写没有，我刚联播，然后就变这样。你今天要解释了，不要再问我了，我等一下一个小时会重来。你要不要对着牌子说？说我今天跟原子组联播，对，变成他们。对不起，我等一下会重开，对，因为刚刚跟组组联播完，然后可能宕机就变这样子。六一一可惜了，不然灯箱就做出来。我灯箱看起来太偏激了，自己想想看，像不像市议员的？像。在笑什么笑？对不起。替身只是想到你的灯箱很像竞选。你做到你的笑点啊。有没有要当切上生委会金主爸爸缺？也太缺了吧，根本就从零元开始。竞选，而且你也叫黄杰，这很选举的名字。北黄杰，南黄杰。敬请支持，他的灯箱上的字肯定会延上。对啊，欸，你会红哎，欸！我有很多诉求哎，欸，我真的觉得你会比我红哎，欸，黑红也是红。对啊，你黑红，你真的会比我红哎，欸！我以后就靠你养，靠你养了，靠你养我的好朋友。要不要养我们嘛？你就说，你赶快出道了，赶快，你真的会红。叫黄杰的都不是骂咖，因为我 FB 放过一模一样的文，欸，真的假的？那人没有追踪我 FB。支持切换出道，你什么时候要出道啊？那我要干嘛？我可以去帮你站台。那我要干嘛？看你要干嘛，骂人啊？你不是很爱骂人？我一定支持。当名嘴，三角形叫你去当名嘴，我等等去问问高雄的灯箱价格。哎，乌诺是认真要帮你问价格。神经病！说不定明年你生日，高雄就会出现一个黄杰生日快乐，然后六一一的。那我有各种诉求，可以都写在上面吗？可以什么什么公司倒闭啊，可以顺便在旁边放个品涵的小照片，说是品涵朋友，顺便推广一下小偶像，然后把我的 IG 也加上去。麻烦大家了，谢谢。什么意思啊？蹭一下啊，让我蹭一下嘛。啊，可以放我们的合照，然后大家就顺便 tag 我的 IG 好不好？放我的 IG， 这样蹭一下，放一个龙的上面，一年有两个灯箱可以，好像还蛮可爱的，这样很像两个都要出来竞选，上面放 QR code， 结果扫出来是平安的。是何呀？我别人想说是什么不同人。叫黄，我2019年发的，叫黄杰的每一个是肉酱，真的耶。就这么说了，就坐在高雄凤山捷运站里面，千户生晚会现在开始募集。那募太多钱了吧？哇塞，真的走。我出10万，哎，欸，你的粉丝有一个说要出10万，那直接会给我吗？拜托。今年作品还单箱，如果营运审没过，就放切换了。哼，要过啦，要过啦，不然我很难过哎，欸。要过的吧？不会有没过这种问题吧？说不定募资失败啊，没有，我们常常会有这种事情啊。我自己出钱，我出啊。确定 QR code 不是银行账户吗？
青鹤想要六单握手吗？我想甜单。要过啦。啊、哦，鸡汤好香哦！我等一下关播就要去洗个手，然后喝鸡汤。龙龙，你怎么跑到这里来呀？你当我的脚踏垫啊！你好可爱呀！你好可爱呀！一定要过的吧，会过的。好期待是哪一张照片？先不要跟我讲，我要惊喜，我要惊喜。然后就 surprise， 今年没有。哦、要重开了吗？要，等等，还有四分钟，还有四分钟。你不能有抱有期待啊，事情。哦，好。就是不期不待，不受伤害，对不对？真正的惊喜是没有。你说没有，然后让我 surprise 吗？没有，没有东西 surprise 的。不是你的 surprise 都是，真的有，真的有，然后没有，没有，是蛮惊，这是惊吓。结果真的是跟千鹤的合照，龙还在吗？他在这边。哎呀，很可爱，你们看。哎呀，很可爱。你是不是自龙脑粉？他刚刚有看镜头。你是不是自龙脑粉？你为什么不承认？我是。龙宝昨天的喝水限动很帅，被帅到。你是不是没 follow 龙宝？我有。那你有看他喝水吗？没有。现在打开。我看。哦，好可爱哦！你拍的哦。嗯。你很会拍他哎，还是他很好拍？可爱。他没有死角哎。对。跟千鹤的合照，只要内容不是主打品牌，就不用给审，就直接上来，一定会过。说脑粉还没看到，是不是不爱？没有，我很爱龙龙的，我很爱龙龙的，我很爱他。龙好像猫，他就是猫啊，龙猫，龙猫。还有两分钟，大家快可以结束这个小萤幕了。可是龙龙不爱你，没有，他爱我，他早上都会喵喵叫，叫我去喂他吃饭。他最爱我了，因为我都会帮他弄那个猫砂跟喂他吃饭。智龙跟哈库平衡比较爱谁？那是不同的爱，猫咪跟狗狗真的是不同的。他们是无法被拿在一起比较的，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同的东西，要怎么比较？居然这么完善的回答，你真的变厉害了！拜拜，阿恩，上课加油。那跟切换比呢？那个三个都是不同的物种，很难放在一起比较。哈，这不是这一题要秒回答吗？哈啊，那绝对是哈库跟龙啊！你叫切换去热鸡汤，他就去了。你是不是爱他？没有。你不要那么认真否定好不好？社会化的回答。怎么样？三角形喜欢这个社会化的平衡吗？他一定会说爱死了，我又晕了，我又死了。你学一下三角形。怎么有人可以这么美？天哪，品涵的美貌应该是可以放到博物馆里面
珍藏的等级了吧？我的天哪，怎么有人的侧脸长成这样啊？哭哭的脸三个。你自己照镜子有没有觉得很不好意思得到这些赞美？哎呀，怎么可能有不喜欢的？他哭哭的脸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个，猜错了。你自己早上照镜子有没有觉得啊？我怎么可以承受得起这些赞美？有。想看品涵模仿博维？我模仿博维吗？博维都说什么？最爱平衡了，然后在摸摸留言区那边也看到摸摸好鲜，然后玲玲那边也看到玲玲最可爱，然后玲一那边也是直播的时候会看到玲一今天好可爱，这就是博维，就是各处留言就对了。平衡要珍惜三角形，有啊，我很爱大家哎。博维好吗？模仿博维就模仿他对林一流口水就好。品涵到处看留言，哎、欸，我真的有时候没事会点进去成员的那个照片下面看留言，就是如果我觉得照片很好看，我就会好奇点进去看一下留言。哎、欸，一个小时哎、欸，那我先关掉重开好了，大家要进来哦。我先关掉重开，大家拜拜，拜啦。啊，有红包是不是？有吗有吗？我关咯，拜。有吗？正常了吗？有正常了吗？正常了耶！吃午餐了，吃早餐，好的，终于耶！他的午餐是一个面，昨天的炒面，他就一回来就爱，你们会不会一回来然后就看到我爱吃？真的在喝为什么大荧幕才吃午餐？因为我不想要太早吃，后面没有，虽然这双比较短，
觉应该加个辣椒油，或者加一个辣椒，超好吃。跟大家介绍一个辣椒，超好吃。我们家各种辣椒都有，但这个很好吃。这个很适合配台湾的食物，就是一些小吃啊、面啊、卤肉饭啊、鸡汤什么的，超配这个。大家一定要买，真的很好吃。这好像是我们2022找吃过最好吃的辣椒。我们冰箱明明就有八罐吧，这第一名。没有业配，请找我业配这个辣椒，送我五罐好不好？十罐，我们才一周还两周就吃快没有了。这应该超市都有吧，大卖场。就是很香，然后它不是死辣，就是辣的刚刚好。谢谢庭润的夏日冰块。品涵也是辣的刚刚好，谢谢。品涵算可以吃辣的人吗？我吃小辣。我觉得你最近越来越会吃嘞。是吗？嗯。所以吃辣变得比较辣。嗯，我觉得有关系。真的。嗯。你以前没有辣的时候就真的很不辣哎。好像有差。有差吧。所以你。最近能够驾驭这些风格，唯一一个原因是什么？吃辣。可是 Mina 也吃很辣啊。他没有辣吗？他偶尔会露肚装哎、欸嗯。那个啪啪啪，那首是什么？啪啪啪，那首蛮辣的。是不是？就是因为他爱吃辣。哎、欸，可陈思雅也吃很辣哎、欸。哇，我们事情总会有例外吧？陈思雅，那你多吃一点。你也吃很辣啊？怎么样？你就是我还不够辣吗？那个例外是陈夏才是例外。你小心我辣起来吓死你！就不要给我在那边呛我。Mina 刚刚露肩膀跟肚肚很辣。嗯。干嘛？但你有时候看 Mina 真的是会穿蛮辣的。有人说缺胖肉了啦，没有人要看。你要知道啊、哦。有人要看吗？确定没有。什么歌啊？是谁按赞的？这你按赞的吗？什么歌啊？这什么歌啊？是谁按赞的？应该是我吧？是不是你？有人要看你 live。他们说要，怎么这样饥不择食？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。还是看一下好了。眼睛夜障动，送给邱平安。北极星说：“老实说，还真想看。”有病啊！超晚切换比基尼，等一下，你们可以帮他 P 一个。我蛮想看的。你上次看我双马尾都笑死了。对啊，哪有那么好笑？欸、那是大学吗？
对啊，还好吧。很不适合你。你确定哪有那么不适合？我觉得你短发比较好看。真的吗？所以你不喜欢长发？看不习惯吧。我有长发，看起来正常的吗？金金如粉丝的 pose 吗？但真的是大学。最近吃一些别人煮的菜，觉得为什么大家都那么会煮菜啊？你有没有觉得很好吃？嗯，好吃。因为别人煮的比较好吃啊。品涵不会煮吗？我只会煮一些简单的。我唯一的技能，用电锅做料理，懒人法。嗯，我也很会把调理包加热，这谁不会？你怎么直接抢呢？真的要比以前进步了吧？波威其实很可爱，波威很可爱啊，很喜欢闹他，很喜欢闹波威。好啦，我就爱你，博伟很开心现在。博伟谁都爱，你知道一杯米几杯水吗？一杯，我都是压下去，然后到手指。我也是，我都是用手这样子。然后水淹过第一个指节，对不对？可是因为我们家没有量杯的，所以我们洗米都是用感觉，这种感觉流才是最厉害的。随便乱加，我们做菜都随便乱加。感觉流很容易翻车，没事啦，煮久就会了。妈妈都是。
像做餐，他们没有在那边几杯水几匙盐，他们都是就那样啊，抓一把。你要吃那边的蒜头吗？好，你只留蒜头给我。没有，他们点菜。你对我好残忍啊！你可以配很多辣椒。可是我没有干净的汤匙。嗯。可以去上个厕所吗？我去上个厕所，只留蒜头。算了啦，都这样。因为蒜头我夹不起来，所以给你吃。越听越难过。算了啦，我讲三次了。好哦，我去上个厕所。你帮我讲话一下。你要上？你们看龙龙。起来了吧？这床是睡两个人，这是双人床 ，king size。这个有到 king size。看起来这个床很好睡，可爱吧？哎，我发现有开冷气的时候，志龙比较会上床睡，对不对？然后其他时间都在地板，因为太热，地板比较凉。然后来喝汤了。不满家人碎念，男生跟亲友聚餐突然暴怒翻桌，我以为是我。好喝，这个肉真的炖到很烂，好好吃哦，好扯。
吃饭有翻桌过？没有。想现场跟平安吃饭，感觉好可爱。没有，大家都说我看我吃饭好像很不开心，因为我吃饭都没有表情。大家都说我吃饭看起来是不是饭不好吃？表情说看起来很不开心跟可爱是没有抵触的，真的很鸟欸，不错，欣赏。这首歌很像在说三角形的心声。情不自禁，情非得已。这根本就是在唱三角形的心声吧。你只是听歌词，三角形说我哭了，我哦哦哦，自行带入。我以为你要跟着唱。学生吗？爱你。放上片吗？现在没有，但是平常表演会戴，可是现在没有戴。今天加班吗？没有，今天一样都有办。气质好像蛮帅，是因为衣服的关系吧？因为我平常都穿 T 恤。二九号，差不多要来念排名了。我最近是靠存款过活的无业游民全职考生。考生加油，三角形，好，
先来念排名。第十名卡木伊，第九翼船，第八光泰，第七中银，第六水代八，第五吕珍，第四金佑，第三 Dragon， 第二命，第一志宏。恭喜志宏命跟 Dragon 可以指定啦。现在中午都靠平衡的能量路，谢谢大家，可以开始指定啦。耶、yeah. 天玄浩地写阿远的《浪漫一花》，大家可以指定喽。丁拿盘子跟小龙说：“你看我对你，我对你我好，都给你汕头，会跟我一样辣。那这盘子跟千晃说：“你看我对你多好，都给你汕头，会跟我一样辣。哎，请多吃汕头哦。”谢谢命的指定。你有听到吗，切花？什么东西？我说，你看我对你多好，都给你蒜头，会跟我一样辣哦。他给我一个问号脸。他给我一个问号脸。这个可以给你喝。好。谢谢命，还有 Dragon 跟志宏，志宏是不是去上班了？那我给你想一个指定给志宏。不知道哎，你叫大家想。志宏。想。我想一下，上班加油，一个加油打气啊，祝志宏这周上班顺利。好，再来是 Dragon。跟志宏说礼拜六见，四周年见，志宏。抓肯去哪里？我的抓肯在哪里？抓抓肯喽，我的抓肯在哪里？
这里，我的抓肯在哪里？上面人头不见，不见了，抓肯不见了，那我不理你哦，不理你。我刚刚已经，他们说有这句就够了。我的抓肯在哪里？皮卡丘，皮卡丘，皮卡丘，我的抓肯在哪里？在上班。谢谢抓肯。不对，抓肯应该要谢谢他的主管才得到这句话。我的抓肯在哪里？在上班。好，那今天就差不多啦，各位记得指定我最后今天的最后的最后记得指定我的升学哦，到六点而已。拜拜啦。这是我今这个礼拜第一次直播吗？哦，真的吗？还是第二次？你要关了吗？我想唱歌了。你唱啊！拜拜。第一次。哦，第一次，星期日还有好。星期日。星期四。哦。我讲话有这么不清楚是不是？你唱啊！你唱嘛，我关了，我关了，关了，你怎么说？我关了啦，哎，走啊，走。那你唱，你会这首吗？不会。关了啦，可以大声唱出来。你要唱啦，我们选一首日文歌来唱。关，拜拜，拜拜。